常常保持着心静即应万事，咱心啊会当真静啦。就看讲迄个水啊，水那是静，就亲像镜。看看涂骹那有水，静静的水啊，你看涂骹，那就会现出了地上，不管是树影，或者厝的影，或者是人的影，这个水那静啊，就会当映现出了地面上呢种种的形象啊。咱人的心啊静啊，真正的清净，每项代志咱都明明白了，每项人都会当好真了解，处事呢咱做代志啦，才会流失错误。所以咱必定爱细心保持着这个心的干净吼，才会当应万事。咱嘛好好，人人自己自修好，好咱这点本来明天这点心嘛，咱才有法度恭敬。福慧智慧要将内心家己好好修好，咱这点明天的心要福德呢，咱必定呢爱入灵根中啊，甲人人结好缘啊，咱爱时时爱累积福言，咱爱时时呢警惕咱自己的心，唔通去受恶念啊，来染污咱的心。恶念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这五个字字义，自然都和咱制造了烦恼。所以啊，咱爱定定爱用心保护咱这点明天的心灵。阿难甲迦叶随时着分离，伫咧行。你要用到的时啊，阿道也枵也是嘴干，不多呢就讲来，咱先伫这个所在休困者，看到无偌远的所在，一片的花园，不多呢，就是叫阿兰，你去分一粒花。咱来自夸自己啊，阿兰就赶紧的向花园行去。迄个所在有一位看花园的查某人，这个查某人看到阿兰态度足无好呀，阿兰还是呢，安尼用真殷勤啊。向这位李施主啊，讲，请你布施我一粒瓜。这个查某人就开口骂人哦，甲阿兰啊赶离开，我无爱看你伫我的面前，你即刻爱甲我离开。阿兰无法度。赶紧紧离开啦！向佛陀啊描述查某人伫咧骂人的口气，
佛陀带着微笑啊，就搁再甲迦叶讲：“你去。”迦叶就到迄个鸡园去。一个查某人看到迦叶尊者远远直直来啦，一个查某人伊嘛是安尼向前行，行来到鸡园的面顶。相手合掌，足有礼貌的向迦叶尊者该请安问好。你有啥需要我帮助无？我要向女施主，你乞讨一粒瓜。一个查甫人真欢喜啊！赶紧的，双手呢奉献啊，足大粒的瓜啊！迦叶尊者离开迄个瓜园啊，家己一直感觉讲不可思议，来到佛陀的面前，他向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这一定有因缘啊！”佛陀就讲：“无量劫前啊，两位修行比丘，有一天一前一后，头前一位少年的比丘向前行，闻到一股呢草的味，用目睭看，在迄个路边啊，一只死鸟。”已经发出了臭味，个痰啊！一个鼻丘呢，用手按着鼻呢，讲死鸟则臭，行过去。后面另外一个修行者行过来，赶快闻到这个的味啊，发现着一只鸟。起着悲悯的心，走我这只鸟的边仔来，向伊三跪伊，甚至去给伊挂一个捆，就把这只鸟给摆起来。佛陀讲到这，就讲阿难，你知影无？行伫头前迄个比丘是。现在什么人啊？阿难点下头来，佛陀回过头来讲：“迦叶吧，那位呢？比心的比丘，就是你迦叶啦。这只鸟来生人间，所以现在看到你，心起欢喜啦，回报。”供养啊！啊，原来呢，咱日常的生活就是安尼，咱天地人间啊，众生之间，咱来互相。好好对待，互相相处，咱的心啦、情啦，所看到的代志呢，拢是起着迄份善的心，所以啊，咱必定爱时时修好咱这颗清净明朗的心，咱伫日常的生活，咱必定呢。爱时时功德福慧，咱都爱好好积啦。啊，若无积到呢，啊，无好好做啦，啊，亲像阿难，迄当阵嘛是伫咧修行，那一念付出的心都唔肯，搁再厌烦。你看，这也是修行人哦。另外一位呢，就是愿意付出，
可是用祝福的心，这也是一个修行者。所以咱爱好好心啊，爱顾好伊好啊，咱爱赶紧清净啊，恭敬，爱好好累积啦。常常讲，时间会累积一切哦。那分秒中起心动念啊，咱举步动作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不断不断地咧累积，累积着福缘、福音啊。实属呢，咱在这个时间中啊，唔是精进，却是呢起心动念、恶念、恶行，同款是累积，那累积着恶业啊。所以咱爱发心啊，恭敬福慧。